丢进去卖，直接扔进去。看到电池那一瞬就扔进去。什么事情那么开心？不是开心，差点。啊，怎样？差点被他看到我翻垃圾桶。哦。喂，欸，比上次还要险的，天哪！真的比上次还要险。跟他打好关系。我礼拜要干嘛？我快忘记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记忆力衰退。这不止记忆力衰退了好吗？记忆丧失。来边看看。好。当当当当！哎，怎么进剧情？耶、yeah! ！要继续吗？才刚开始好不好？开罐子而已，连续两本啊！这个，我们是从我们图书馆算那么缺书就对了，一次两本哎、欸，哇，是，有那么缺？开罐头两本，什么鬼？卢贝克哦。多贝克啊，人不见了，人不见了，他会飘走了吧、啊？不确定，因为我根本看不到更上面的人，所以我根本没办法。哦，他在里面。啊？我要等。他们会在晚那个，他们会在下雨的时候走出门吗？会。好吧。他们风雨无阻。先找一下那个台词。哦吼，打雷！找完之后，我就要去那个哪里啊？找完之后，我就要去种树了。种树达人，你就是绿手指。对啊，这个头像的那个角色的样子，比想象中好看很多。哪一个？我的啦，我装的那个啦。哦。我还是比较挑的那种，好吗？主要是比较挑的、啊，这个东西也是要挑过的，好吗？当然要挑过了。稻草人表示我已经吓走了22只乌鸦。对，是的，吓走非常多只乌鸦。还可以跟他对话的。可以啊。欸，需要镰刀啊，镰刀。他镰刀就是我的事啊。4号辣椒需要留着吗？还是不用？嗯，要卖吧？留着。啊，那个镇长啊，谢恩啊，最喜欢就是辣椒了。送礼用，送礼自用两相宜。真的？还是说你想要直接吞？还是想直接吃下去也可以？你翡翠也没有拿去那个吗？干嘛？海蓝晶石也没有啊，有些都没有捐，钻、欸、石没有捐吗？我像那种捐啊，没有啊，没吗？没有吧？你看钻石有没有那个提示就知道了、啊。他有提示啊，就是说没有捐的意思啊。火对啊，那就没有捐啊。哎、欸，冯墨，你那边有可乐吗？没有，我那边有了，你要拿？因为谢恩表示说他要拿他花75块买它，然后他会很开心。用掉来的可乐换到75块钱，计划通。
好了，又有奖励可以拿。Yeah. 珍奇乌鸦。哦、oh, ，那个就稻草人。是稻草人、啊，很强很强的那一种吗？没有、哦，它是普通普通的、哦，它就是造型，就只是个造型而已。对，它就只基本上就只是一个叫做那个什么、啊、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彩蛋。啊，尤特去哪里了？啊，尤特，对吧、啊？他不是应该他不是应该在杂货店里面吗？啊，他杂货店里面吗？可能吧，几率比较高。因为我记得他有时候会在里面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？对吧、啊？啊，记得买包包啊！我看其他东西。好，没有。75斤，买包包呢？哒啦啦啦。啦啦啦啦！豪华背包，我们设定是要8300块，爽啊！太爽了，太爽了，没钱啦！啊，明天又要大傻逼了。它有个什么？有些食物会给什么最大能量是什么意思啊？上限吗？最大能量，暂时性的。哦，暂时性的。对，它有一个 buff 在那边。然后一旦你吃了别种料理之后，它就掉回来了。我今天是有喝可乐，哎、欸，鱼来了，鱼来了。我最近也是有喝可乐啦，哎、欸，怎样？可是好像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可乐。但是又不大一样。什么鬼？大饼面。希望糖水就对了。哦耶，掉到了黄金矿石。耶！难道我就只能够钓大比目鱼吗？这听起来有点惨。能钓就只有两种，一种是大比目鱼，另外一种是金枪鱼吧？哦，在海上，我现在能够钓到的范围是什么？那个能力范围之内，就只剩这两条鱼。其他就直接直升直下，那很麻烦。哦，对啊。你知道我还等你那个第二年春天以前，你有办法到十等钓鱼？因为有很特殊的鱼可以让你在春天的下雨天的时候钓。下雨天的时候钓？对，春季的下雨天，很珍贵哦。珍贵到不能够拿去卖的吗？嗯，基本上一条好像几千块到10000块吧。哇塞，太贵了吧？好像几千块10000多块，忘记了。老板，我要升级锄头。现在两点啊，我要去一趟那边才对，我看一下。收集奖励，当然不拿了，不想拿，一种不想拿的欲望从心底油然而生，也太不想拿了吧？啊，现在那么小，那么窄，拿屁呀、啊！该升级，没钱啦！啊！你也太惨了吧！我的啤酒花，劈掉一个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对，对，劈掉一个。你看到是这边？哦，那边那个脚。靠背啊！什么？快到，快到！这剧情，当然我当然有看过啊。其实，基本上剧情我这边都有看过啊。剧情是我都有看过，耶！但是说这个剧情真的叫做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在这时候把麦关掉，讲话。多人就别想。什么？希望今天会有宝宝诞生，这是怎样？哈哈哈哈哈！又会有宝宝诞生，是宝宝。对呀、啊，今天只有你。
天只有一个人，呵呵。他们在四处看，就是。啊，他们。克林特，我今天晚上穿了最美丽的鞋子，但是没人欣赏。这个时候，我最美丽的鞋子，这个时候没人欣赏你。这个时候欣赏你的鞋子干什么？好了，踏上 One Piece 式的旅程。你说 One Piece 吗？开始要放版权音乐。版权实况台。看看你戴的草帽，你就是草帽小子吧？只有一只水母好吗？哦，两只。说真的，因为说这个音乐很好听，所以说我正常我都不会讲话。算了吧，这个时候。多人系列，两人还可能比较安静，三个人以上就开始不行了。啊，三个以上开始不行。人家说单人的时候，我就确定就是不会讲话，因为音乐很好听。好啦，结束啦！等待其他玩家。活动结束啦！睡觉？没有，我还要放东西。啊，对，你说说还你。我觉得我惨了。怎么了？我可能会跪。跪！不要！跪！看，真的有点危险。你到底是做什么事情？你是进什么东西？是啊，算啦。五十分，刷了！哦哦哦，差两秒！你看硬木，我卖一百多个硬木，赚了1500。我观众那边完全都在期望你的贵，天哪！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哇，完全不一样了，天哪！啊，这样子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有技能吗？啊，镰刀的技能啊？镰刀没技能啊？它不会提升什么的技能值吗？顶多收获的时候会提升那个耕种值而已。我很怕砍到别的东西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。啊，不会吗？安心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安心，你安心服用。我到底需不需要把它改成生长激素？我需要那种生长激素吗？好、欸，哇，剧情一直在发展，天哪！对啊，剧情在发展。生长激素应该不用了，所以我就这边先种个南瓜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弄错了什么？对，我好像弄错了什么。对，我真的弄错了什么。对，我真的弄错了什么。好吧，只能这样子了。东西就在旁边而已。幸好吃一吃东西了。好了，剧情结束。啊，我没有带锄头，北七。
我出超是有还你啦，只是里面只是没有带。蚯蚓他明天还会在吗？不确定，不确定是，算了，就算，就算了吧，就当做我没看过那蚯蚓。慢，好假！黄色海参啊，黄色海参？对，黄色海参。你还会减45能量？天哪！你钓到了？就是黄色海参的，它不是大海参，它就是普通海参的意思吗 ？OK， 我真的不能理解。哇，100万步了吗？十万，每天十万步，每天十万步，你杀了我吧！这么太多了。21个铜锭先给你。睡觉喽。要睡觉了，等我一下，最后两棵树拜托。反正现在也才12点而已，这么惊恐干什么？不要，拜托。不会啦，等下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希望我跪啦？奇怪，你跪天经地义。屁耶、欸！屁耶、欸！屁呀、啊！听起来超，这句话是超好笑，本日名言佳句。看，一点了，一点了，一点了，一点。加油，变酿酒厂了，耶、yeah! ！开心。稀有的梦想，家里变成酿酒厂。还没有。等一下，上回怎么进剧情？原来是剧情仔啊。我今天已经3次剧情了、欸啊。乔治要拿那个信封，你想干嘛？他想要拿信封什么的。哦，好哦，这是我的酿酒厂，谁都不能阻止我，谁都不能阻止我把它变酿酒厂。没事。建造农舍，好建一下。对呀、啊，不对，建之前我要建之前我要去把那个建筑移动一下。用不到先把它搬走。用不到家先把暂时搬走，不然这有个挡地方的。用不到的屋子先搬走，先搬走。刚是潘你脸红、欸、我该不会是触发了潘你的那个吧？的那个是，是的，是的，好吗？我等一下。我觉得我的牛舍要丢在哪里好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牛棚是不是？我也不清楚。风暴很有把妹的潜力吗？我只正好遇到，然后我就把花送一送这样子啊。然后就把妹了，有没有？应该庆幸我们没有特别装什么奇怪的模子进去。地精哎、欸，地精那里可以干嘛？地精？它可以做一些东西啊。一种有了很多稀奇属性的独特矿石，都被炼成一锭。它一个就一个吗？还是说要几个才可以弄成一个？啊，哪一个？你说一矿吗？对啊，一矿啊，一矿五个变成一个一锭，然后五个一锭升级一个工具，很难诶、欸，很难诶、欸。我可以进去了、欸。啊，很好。对了，这个小女孩喜欢什么东西啊？她喜欢矿石吗？啊，宝石，宝石啊，对，一定要宝石啊，宝石类的、啊，就什么类金啊那一种的、啊，黄水晶可以吗？可以。
冲啊！正常老头给我等着。我在想说你要不要先不要还他？先不还他吗？那个最好别细看是怎样？幸运紫色短裤，为什么不要给他？那个到底什么时候给他？我在想说你到底要不要让你去看那个剧情？就看呐、啊，可是那个是很要更下更之后的事，是不是？就是秋季的一个节日，好吧，那个时候再给好了。秋季的一个节日，在节日里面，嗯，当众还给他吗？不是，那个，然后那个时间到了，我再跟你说。我帮你收了一个那个树脂啊，树脂放哪里啊？树脂。嗯，就那个杂物区啊。我发现我最近要先跟那个法师要先搞好关系。要搞在一起？没有，因为说跟法师搞好关系之后我才能去整形。整形？对，换个样子。换个样貌是要伪装之类的吗？不是啊，就是换个衣服啊，换个发型这样子啊。哦，所以不 care 的话，其实就不用去也没关系啊。对啊，不 care 的话你就不用了。如果 care 的话就可以去啊。抓到了虫儿，虫儿们。是啊，没差了。把你没差那个我需要先接一下，因为我已经完成了，只是我还没去给他讲话。我有樱桃炸弹了，你去炸一下那个林那个门口右边。门口右边是怎样？对，门口右边可以炸一下。那、啊、我要怎么使用它？右键，啪！快跑，会破解。这个是什么？他写什么字我看不懂啊！那、啊、怎么办？这种自己看不懂啊。那个你要收集到他全部的那个矮人卷轴，一到四号。哦，我们还缺二号啊。耶、yeah, ，爽！我可以再做三个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二拿到了。啊？已经拿到了。那你顺便挖个铁之类的。那个拿到之后是要放博物馆，它才会启发。对对，放博物馆。完了，也可以顺便去挖个铁，因为我们没有铁了。你到底多会耗啊？因为为了赚钱呢、啊。我觉得危险了，我可能后面要去看一下 Google。啊，跑错了。你跑到了城镇，对，30分啦，40分啦。我先把东西放一放。五十分了。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哦，贵了。没有。没有，我睡到了。哦，好吧。我要选矿工，还是要选地质学家？矿工哦。这边地在没有模组的情况下，地质学家没什么用。好的。你知道你刚最后面那个完全没办法确定到底是你，你到底有没有睡到啊？因为最后面那个时候，我完全没有看到那个二之二的玩家进那个，躺下去的意思、就是。我这边是有啦，我没有办法确定，因为那个时间点太微妙了。了解。像是没有，像是没中一样。